这把应该玩石头人的，但是石头人被我自己给办了，哎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机箱不能放地上，他是让你看看那个鼠标到底有多沉。碾碎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 别来人啊！我去拿个东西吃，全军出击，吃个小面包。 一直跟他往前面走啊，进内圈儿。他带的什么玩意儿？征服者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让他走这个边。锤，锤眩晕，锤走了，三个 Q 啊，我一个 Q 都没吃。 马上升，锤，晕，锤，锤，锤，装备，反线跳，锤接点岩石，装备回家。 出不出来吸血呀？把他们，来这个吧，先出个小耀光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 叫人马过来，那蓝枪人马上来。严阵以待，锤，重锤，跳锤，开翼，眩晕，锤，锤。嗯，你看，我就说那蓝枪马上来吧。驾！踹他！晕，锤，重锤，死一个。 红包吗？粘住他！我吃个小饼干，锤，跳锤，重锤。你踹不着落手，就先踹蓝枪呗。把他们也算上。 好像有点小无敌了啊！我又回来了。这把先出三项吧。严阵以待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<音>没想到吧，我生了，还回头，喜欢回头，晕。 两下，三下，可以越塔杀。<咳>饼干吃了，太大，重锤开一，眩晕，跳锤，一点几，没吸到，那没办法，这塔打人太疼。 塔皮没了，哎，有点烦。不过他的很多兵没了，擦眼 Q， 我哪有 Q 的吸地呀？擦眼 Q， 无限 Q 啊！ 我刚 Q 完的落手，还让我擦眼 Q， 有病是吧？疾跑开了。 Enemy double kill. No one cares, man. No. Not expecting. In there, scraping. I'm back again. No one cares, man. 先杀一个锤，重锤，先重锤，快跑！你快跑！我重锤，别着急啊，跳锤，重锤。没想到吧？ 仿佛他已经看透了我，啊，把我吃透了，没事，我就吃口屎，我看这回你还怎么看透我。等我这口屎吃完，啊，我就越塔杀你，你别着急。 注意我的细节啊！拍大锤，重锤开一，眩晕，闪现，他怎么有闪现呢？还有我的那个 Q 技能怎么回事啊？是断了吗？
落手换人了，换什么人了？换人了，哎，没啥了就没啥了吧，不重要。把他们不是很重要。他 Q 熊给不给回血呀？不给。乱屁去了，亚索啊！500块钱啊，不要白不要啊！你亮你妈呀！你真的亮了啊！还好我技高一筹，哎，你没有大呀？我以为你有大呢，我这开一减伤，我寻思。快跑，快跑！万一他一会儿有大了，给我们轰死了，不合适。快跑！欺负我们家小妹妹，蝶雨石恋你，我一看这就是个小妹儿。欺负我们家妹妹，好啊，这小逼还他妈亮牌，你给我等着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妹妹，给我干他！刚才往上上啊，跟着妹妹没法配合，拉倒吧，走吧，这妹妹配合不了，快走。太笨，即将脱落。临阵一段，我塔皮都给我整没了，快点儿塔皮。敢拉我，勇气可嘉，有打塔了，兄弟们，但问题很小啊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打个蓝去。Double kill。回家了，那塔不拆了，一会儿落手上来了，他有闪可能。严阵一段。谢谢蓝炼汉的小迷妹的办卡。看招！
往这儿走，妹妹啊，往这儿走。花里胡哨。把他中塔拆了，我们就不拆上的塔了，我们拆中塔。我又回来了。我们家的秘密很明显干不过这亚索，所以这就得我们过来支援了。我再次声明一下，并不是因为他打不过他啊，并不是因为秘密，是因为这亚索在我面前亮牌。好了，一个能打，你跑吧，这边该我了吧。你是个啥呀？不亮啊，你牌儿呢？你的亚索七级表情包呢？把它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走吧！你们拿，你们拿，你们拿，我就杀蓝签。Hello, surprise！鱼，撤！打不过这波，我没有蓝了，我没有蓝了，我就是法力9%。把他们也换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牙头怎么跑下路跑得那么快呀、啊？他带的传送吗？没有啊，他没带传送，他能从上路一直跑到下路？我刚才回家之前他还搁上路呢，他怎么跑得那么快呢？哎，你哦。我先把这小号杀了，锤锤重锤重锤锤，开翼跳晕锤重锤，你这牌呢？你给我放大来，放大放大就是你的归宿。出招吧！这个大招的位置就是你的墓地。我就抠了一下鼻子，我闪我没认出来。
小龙拿了吧。哎，刚被谁杀了？洛克萨斯之手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格莱文怎么可能打得过牙齿？很明显这波队友又要打起来了，我们赶紧去啊，要不就团灭了，这伤害不够，我们赶紧过去。严阵一段啊，他们家也少人啊。先把中路开了，然后爱咋浪咋浪吧。先把中路给他们拆了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这咋的呀？这啥意思呀？这是觉得我一技能没了就可以放肆了，是不是？